4天连假今天要展开了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天气到底如何。气象局就表示，连假前两天全台各地是多云到晴，高温可以达到摄氏31度。后两天呢，有微弱锋面报道，北部高温会降5度，也有局部的短暂雨，但不至于有冷的感受。清明连假天气稳定，不过苗栗以南受大气扩散不佳的影响，今天空气中的细悬浮微粒全部达到了紫报等级，敏感族群最好减少户外活动，出门也要记得携带口罩。